这歌很有名，这个电影呢，这个、电影也很有名，这个、电影很红啊。可是他后来被告了，被日本的黑泽明演的一个片子告了，说他抄的。他这个黑泽明在日本拍，那这个《荒野大镖客》是在德国西部片，可是这情节听说是抄的。真的告赢了，告赢了以后呢，那个《荒野大镖客》啊，赔给黑泽明的那一部影片呢、啊，超过那个黑泽明他们去演的这个收入。哦，那哎，这个大家都喜欢抄。那我们中国也不落人后、啊。他当然这个不是张学友去抄的，是这个。替张学友写歌的人是抄的，抄什么？抄的是叫做《秦王》，秦王是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对啊，请你再为我啊绽开一线光啊，因为我已经迷失了方向。这个其实旋律是非常的像，根本就是偷抄，可是没有人发现这件事啊，这反正哦，啊，我发现了。我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吹吹这个，吹吹那个，你发现很像啊，但是，这是严歌，然后啊，张学友这个是，请你再为我展开一线灯光。非常像，极像。那可是呢，哎呀，抄的还是不怎么妙啊。那个叫做神，哎，这个大镖客，这个有副歌的张学友这首没有副歌，就是一直这样唱。好，一信节目哈、结束了，那能来的也就是这几位了。因为我很高兴呢、啊，今天可以上到最后一节，跟各位分享。那分三个步骤哦，希望可以说得完。那啊，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说我们来看，我们先前看了那么多啊，分门别类的告、啊、来分享了各个啊，我们分了十二段了 啊，主要是欧洲的。那么上一节呢，我们就带到中国大陆，那么带一点点台湾。那么今天呢，比较轻松一点，先轻松一点呢，是看看那个奇奇怪怪的教堂，不是那么正经八百的教堂，不这个正经不正经啊，不那么正经的呢，里面也有我们啊先前那个十二阶段里面的会出现好几个在里面啊，所以正经的里面也有不正经，不正经的里面也有正经。我们前天碰到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说 AI 呢是装模作样的胡说八道。哎、这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两极化，量子力学说有那个叫做什么纠缠态，是有这个就有那个，那一点都不奇怪啊、哦。那我们的课也是这样，所以第一阶段呢，我们分享那50个奇奇怪怪的教堂。啊，第二阶段拉回来我们的主题，就是上次啊，我们大致讲中国的时候，后来带到一点点台湾，那今天呢是正正式式的来讲台湾。嘿，天学没有几个人在啊，这个我可以放心的说，因为，那两位修女不要去告我，你们的分数是99分呢、啊，这个看在99分的。面上不要去告诉人家我在最后的时候收了台湾的民间宗教那么多啊！哎，这我们谈到上次有谈到本色化跟本地化哦。那如果我们真是要传达这个主耶稣爱人的信息呀、啊，要传到地极，那我们有这个盐汤盐料的本色化，那我们也要了解这个本地的情况。那这样可以在无形当中啊，
就把它传出去。好，那个这是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我是希望讲得完。第三阶段是专门为紫红而设，来设。紫红很捧场啊，今天来带一位嘉宾来，我们鼓掌。不用了嘛，啊，以前都没有为你们鼓掌嘛，啊，那是鼓掌一下，我自己鼓掌。对，我们应该给你鼓掌。谢谢谢谢。老师有录音吗？有录音呐、啊，你可以尽量说，你可以尽量说啊，你如果不喜欢，我可以回去把它删掉，这个后置很容易，后置很容易哦。那录音是我要。这个我们有一个教导叫做服务学习呀、啊，上课是服务，可是服务的里面呢，我会从里面学习到一点东西，很多东西。好，那所以最后呢，我们谈到一点啊奇奇怪怪，不过会谈到他们化学系的事。哎，化学系今天也只来一位，哎，那反正子龙是我们自己人，说坏了没关系啊。好啊，进入主题呢，check 一下，看看有没有真的录音。谢谢修女告诉我，我常做一件傻事，就是真的没有录音。噔噔噔噔噔噔，看看有没有录音了以后，就真正在录音了。那开始了，开始啊、哦，这个我们教书很喜欢喃喃自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友善的行为。很多做电脑的人呢，都只顾他自己的啊很会的事，然后呢，有时候不太愿意教人，那以致他的滑鼠动来动去，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像我现在是要找我要上课的内容，我要上课的内容在这里。好，在这里呢，这是第三段，这是第三段，我们跳到第一段去。第一段呢 ，Control Home。哎呀，这个地方没有后，我们这个 notebook 没有后，所以我要拉，用滑鼠去拉到最上，还好不多，所以很快就到达这个地方。那这个啊，就是说，哎，不对呀，不是这样说的，我刚分三段不是这样分的啊，那也不是这样分的。这个是第一段的后半段，那真正的呢是要到哪里呢？这个好，它是后半段，所以又要拉到最前面，是这个地方啊，叫做几个特殊的教堂的补述啊，几个特殊的教堂，看看。F11 会不会大一点？没有了，这样就是最大了哦。啊，介绍几个怪怪的教堂啊。他们请问这个列过，我们上课都有说，它分了什么14个阶段呢、啊？有啊，东方、西方的啦，谈谈宗教啊，建筑到底在说什么？这个没有时间，直接切入主题。这个呢，哎，没有标题，我就不知道它在哪里了。不过主要呢，这个是用啊管风琴的这个构想，管风琴的构想啊。那么啊，另外呢是有点歌德高楼的这个样子哦，那去做出来的。那它白天晚上的啊造型是不一样的。那它前面是那个样的，后面呢还是因为仪式要进行呢，前面只是一个门面。后面真正的里面有仪式进行，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天主教大公教的这个教堂。那么以下再过来，这个就有点啊，好像比较多的是啊基督新教的哦。基督新教会针对的某一种他们信仰的内容嘛 啊他们着重的点呢，去做教堂。像这个呢，就你。我们就看不到什么教堂的样式，那就看到那个整排的木头围起来一个空间，然后在这个木头的空切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啊基督新教很喜欢啊收到最后就是以一个十字架作为一个象征，
那么收到什么的时候说不清楚，就是摆出十字架来啊，表现不清楚就说一个十字架。那教堂设计的时候也是一样哦。那么这个是啊，用木头，用木头啊去把它建构起来。他说这个是荆棘，荆棘呢，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犹太的王啊，被用那个痛苦的那个荆棘啊，去放在他的头上，给他一个加冕，加冕呢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戴一个王冠了。那事实上是修理他。那好，这就是用木头这样建构啊，建构出来有顶有柱啊，有他们中间呢啊会有天光进来。哎，你喜欢躲着我比较好，是不是？哎，对对对，你对了，你知道吗？这个地方都是照片呀，那这个照片会留给你们，会在 LINE 上面哦。啊，我非常特别，我这一次呢，这个是给 PPT 档，你可以直接上面拿图下来放大缩小。那这个呢，这是在德国，这德国呢，这位设计师啊，是说，哎，我们这世界是空泛的，那主耶稣告诉我们是非常痛苦的。那么于是呢，这个教堂呢，要进入这个门呢，要进。进入天国的门很难啊，然后进去以后呢，事实上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它呢，它这个形成啊，里面的墙壁的形成是原先有木头的构造，可是啊，当建筑物建完的时候，把那木头通通烧掉，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坑坑巴巴的那个，好像是痛苦不堪的墙面啊。那要进哎。进去的时候是找不到门的，是这个三角的门。那么左边这张图呢，是那个原来作为模板啊，那模板把它烧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哦。那一切啊，到最后尘归尘，土归土啊，那这个在冰岛啊，在冰岛地方结冰很容易啊，那大家是处在冰天雪地里面呢、啊、哦，那因地制宜。常常看到的这个冰的造型，所以在冰上面你做出这个还是 point arch 有一点古典，那慢慢退缩啊，到里面去啊，到里面去做敬拜哦。那么这个石头呢，石头是永恒的啊。那么人呢，人在早期的在土耳其那个地方啊，早期基督教啊，还有犹太人的宗教，还伊斯兰都喜欢在山里面建那个敬拜的空间或者祭拜的。那连中国都有，中国所谓要成仙成佛要跑到山里面去，那山里头的人就叫仙，所以你躲到山里头你就成了仙。那埃及也有，埃及要见到神啊，也是一直挖一直挖，挖到那个山里头去。好，那么这同样的这样概念呢，就在山啊，里面的挖个洞，里面进去是其神秘无比哦。可是进去以后呢，啊，就爱有多大就有多大，人类的工程啊，可以怎么挖就挖的怎么样哦。所以还是很堂皇的，再加上灯光，那里面更有这个神圣的感觉。那好了，这个是很熟，我是说这是正经里面的不正经啊，这是他是在巴塞隆纳的那个啊。安东尼奥高地那个所做的，到现在还在建，还没有建完，还有人很多人奉献了，那奉献的人都一直在等啊，有新的建筑，有旧的建筑啊，旧的也是花楼他的这个思考方式啊，用他这个语言呐、啊，让把它显化啊，让它更清楚，让我们了解这个。神的伟大哦，那这神的伟大是在这个结构上面，在构造方面，还有在装饰上面把它显现出来。现在还在建，你的一个不只是在维修需要啊，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是后来他的儿子成立一个学院，现在还开的，喜欢建筑的人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练建筑哦。那么这个古时候的他父亲。是一个结构的天才啊，那可以做的跟媲美哥德建筑的高耸的样子。
啊，那么这个在地中海，地中海呢，地中海啊，一种啊，这希腊人啊，希腊人啊，也相信很多神，包括后来呢啊，基督宗教进去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多就啊信仰的啊耶稣，那么是在啊旁边呢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有。啊，其实现在这个白色呢是一种特别的漆，漆了以后呢，就可以隔热，太阳晒的时候里面不会那么的热啊。那这变成一个啊地中海的建筑形态啊。我们在台湾如果要做文创啊，要到哪个地方观光起点呢、啊，开饭店呢、啊，说什么就很喜欢用这个调调啊。那只要用了这个调调，就让人想起来地中海的希腊的。的建筑，那当然希腊建筑很多了啊，这是一种大家的 image。但这个呢，其实是东正教的时候的这个木构造啊，木构造。那东正教是就是他用炎帝的时候要用木头，那个挪威盛产木头，那所以用原木啊，就搭，只一直搭上去。那这里面呢，就是在那个搭的。不一样大小的屋顶的地方旁边呢、啊、会有光线进来，那于是啊它里面不会很暗啊，这是一个建筑的说法。它这个漂亮啊，这个以前我们啊去马戏团的时候最喜欢看这个，哎不，它是在莫斯科这个也叫圣彼得教堂，它翻成圣巴索啊，这个专辑它这样子翻的哦。那说他也叫圣彼得教堂，圣伯多禄教堂，在这个什么广场的对面，希腊东正教处于哪个阶段呢？处于仿罗马时期的哦。那这个呢啊，我们就是中国大陆了，那也是我们嘛，对不对啊？我们还是我们，他们还是我们啊、哦。那。就喜欢在很危险的地方，在大家上不去的地方盖一个简单的房子，那么这样就成为一个教堂，它是一个闲来的教堂。那么现在的功法有很多啊，可以到达啊，尤其中国大陆、啊、那么的有钱啊，那么多有钱啊，其国家的力量就常常到那个厦门啊，包括。福建省啊，在上面建了空中走廊啊，那在黄山的地方做什么活？那真是，如果那些都拿来做教堂，哇，就有那么一天就特别棒啊！好，那只是简单的就是还是十字架了哦。这个它就是标榜十字架的造型。那么在利用炎帝的在那个红土上面两个土丘上面呢，中间去建起来一个单纯的啊教堂。那这个曾经大书特书的跟各位介绍过，曾经介绍到他的帽子啊，他的外面啊，他里面的光线啊，这是科比译作的啊，狼香教堂，这个也是啊天主教的教堂，就是啊后面山坡是建在山坡上，后面的山坡的下面呢，后面是修道院，是修女的，是修道院哦，那啊。这个就在原来地方啊，这个凹进去的山谷里头建出一个古老的这个式样啊，它这是叫圣乔治教堂，它呢用古典的语言，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十字架啊。好，那我们这是在山洞上，就德国山洞上啊，这个神都住在山的地方，他们哎。请问这是什么时候的？有点歌德，看上面那个有点歌德啊、哦。那么像那个平铺直述的样子呢，其实是叫做仿罗马的啊。后来用了白色啊，曾经跟各位介绍过哦。刚刚那个地中海，你看这是白色，然后在那个叫做冰岛的地方，它也是白色，白色是很好的表现方式。修女穿的是白色，那她因为天气冷，她又穿了一件黑色。哇，黑色呢，黑色也很重要。到最后我也介绍黑色。那么这同样呢，就是在这个很高的地方啊，就是啊、
人进不了，材料运不上，这个施工很困难，所以用困难度来告诉我们它这个神圣的伟大。哦，当然它的这个是属于叫做仿罗马时期的建筑，它有高塔，高塔是大家很喜欢用的，可是我们不能说因为它有高塔我们就说它叫做哥德时期，那哥德时期还没有到。哦，好，我们还是陆陆续续跟以前的课有点连结了。哦，那这个后来在美国这个伊利诺伊的地方啊，住这个呢是顶上那个，其实有点东正教的那个上面那个我们刚刚说的马戏团那个帽子。哦，它简化了，那下面呢是用现代建筑的这个式样简洁的去把它构起来，那么这已经到很近代了。那这个啊，曾经跟各位介绍过啊，可是把建筑师的名字给忘记了，真的对他不好意思。那是德国的了，他是用石头做起来，就是山啊，就是一个山，还是一样，这是一个朝圣地了，这是一个朝圣地。但下面这一组呢是到朝圣的过程里头，人走进来的时候有很多服务的空间，有多文物展示的空间，让大家一路一路的拾阶而上，对，最后呢才跑到圣山，而圣山呢外面呢就是石头的那个样子。哦，那当然用钢筋混凝土做起来的，但它所显现的这个材料呢叫做清水混凝土。清水混凝土就是这个 raw material， 那混凝土呢不加工，模板拿掉以后就是那个颜色，不再加工。这个科比义也喜欢这件事。那安藤忠雄那个日本人啊，专门学这个，到台湾来这个亚洲大学的那个三角形的博物馆啊，也折磨死人了。哇，那个做那个清水混凝土很难做，混凝土呢要特别的做，然后才不会失败。一失败啊，就是模板拿掉的时候，跟洞洞很难看的啊。他这个是真正的折磨人啊，越是折磨人越是成功。那么这个呢，也是那个管风琴的意象啊。管风琴是在古代的，特别是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教堂内啊，都有这个管风琴。可是管风琴呢？管风琴这个意象跟大公教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辅仁大学何其荣幸呢，我们有一个管风琴，这是神父啊，林神父去跟人家捐来的600万。哇，别的地方他都不去，就建在我们这里。有机会啊，请各位进信堂走一走，去欣赏他的一面啊。每次望弥撒的时候都有哦。那这个在美南的哥伦比亚啊，哥伦比亚的地方，就是从我们世俗的地方到山区的，要经过一个高架的桥，那也是朝圣的。那平常没有这个桥进不去，那现在桥就进到我们普通人就进到迪斯奈乐园最喜欢的进一个桥，然后到个城堡去。那这个呢，朝圣是进入教堂。但这个教堂是哥德式的教堂啊，你很容易分辨。你啊，因为有高塔，你说它是哥德教堂，哎，也差不多不会错到哪里去。不过有时候要小心啊，如果它的装饰不是那么多，你要退回来想一下，那只是这个后叫做仿罗马时期而已，还没有进到哥德哦。那这个高科技，这个是打仗用的，是空军的。空军在这 Colorado 的地方是专门来打人的，专门在歼灭敌人，在消灭敌人，在炸人家的这个Navy 啊，这个要去杀人之前啊，先请求天主原谅啊，杀完人回来不得已的，我是为了和平的，啊，才做这件事。所以呢，他们用高科技那个折叠板啊，折叠板也是一种去结构的一种表现，去做一个
啊教堂的形式啊，所以说他是怪怪的啊。那这是秀子，秀子这个人的消失啊，秀子等一下还会有他的。他本来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不是他不规矩，而是说他规规矩矩的建了一座教堂，等一下会介绍。可是啊，后来啊，哇，他的信徒很多，那这个累积了很多财富，一些财富奉献给天主啊。他啊，请了一个有名的建筑长春啊啊，这个美国的建筑长春树叫 Philip Johnson 啊 ，Philip Johnson 的这个 Johnson 有个 Johnson and Johnson 的油啊什么之类的那个 Johnson， 那啊用玻璃，全部用钢铁跟玻璃做建筑物的外形，这就是这个叫做水晶玻璃教堂，非常有名。我们校长也很想在福大里面建一个这样的教堂。那我去跟他一起去看基地的时候，我就说，哎，人家见过你，不要照那个样子做啊，那个很不光荣。从此以后，这个江校长就把我当成不是什么好朋友。可是我是真的跟从建筑物的立场来跟他说这一句话，我没有拍拍他马屁说，哎呀，这个校长你英明啊，我们这个福大的教堂大家都像，他说他不让像教堂了，你要盖一个像教堂的教堂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我不应该一天到晚老说这个，只能上课的时候说，不可以跟校长说啊。好，后来呢，那这个在菲律宾的地方啊，菲律宾的地方是回教先过来的，所以天主教过来的时候，它是晚了一点。所以那么另外呢，南洋这个地方佛教也来过，所以呢，他们用了佛教的语言，回教的语言去做了。可是呢，它基本上还是用的这个。这个是巴洛克时期的这个建筑形态去做它啊，那它也是有板有眼的啊，教堂本身啊，这个啊塔旁边塔就是洗礼堂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啊，再回到意大利的地方，意大利的罗马这个地方离教宗很近了，可是这个他们也很先进了。他请了这个 Richard Meyer， 上面黑色的英文，是英国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近代建筑的建筑师，用近代的建筑语汇，这个小的体一直往前朝外，那么到中间呢是正主体的存在，那么啊人这个教义的地方把它分割，按照功能去区分它。做出一个现代的比较啊，这叫抽象的这个教堂啊。那这个巴西巴西里奥热内卢那个地方啊，不，这个在巴西亚的地方啊做的。那你看到那个一个的，是我们有一个运动品牌啊，我们有一个运动品牌，这个很像一种东西丢出去，它归回来的那个。那我一下忘了那个品牌就是什么，他去用单一个这样的构建呢，绕围一圈啊，做出了包围出一个神圣的空间在里面。那么这个结构跟结构之间呢，是玻璃光线很好。那上面一个顶啊，那么有天光从下面进来，哎，没有办法看到它里面了，不好意思，哎呀，那这个乌克兰。不，这是在美国的啊，奥克兰州，那么所做的底下是结实的板，上面呢是用近代的桥啊的材料啊，玻璃跟钢铁是建构出来，用这样的材料就是光线进来的很多。那么从以前呢啊到这个巴洛克洛可的时候。一直面临一个问题，是教堂进来的光线比较少啊，其实到歌德的时候解决了一部分啊，就是让玻璃啊可以啊，要使光线进来非常的多，那这一直是一个课题。那么
啊，常常啊有这样，我们人是在通通没有光线的地方出来一个光线了，会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啊。反而是很多光线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光线有多稀奇了啊。像现在光线开了这么多，好，那我们这是原始，大家很喜欢，就是还是靠近山的地方嘛，接近了它，进了一个。找到洞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后面那个山呢才是真正要啊让人去朝圣的地方。好，这个也是在啊跟冰有关系的地方啊，所以它是白色啊。再度的介绍什么是做不来，什么造型做不来，什么创作做不来的时候，你给它一片白啊，你就成功了第一步。那意大利西西里岛，西西里岛大家都以为是什么墨菲啊，那么是受了一个电影啊，一个电影的影响。美国事实上西西里岛非常的漂亮，住在那个地方的人也不见得都是黑道的人。好，那只要朝圣的时候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他可以呢啊欣赏自然的风光。那在这里呢，这个也是啊近代的建筑，它是跟刚刚那个一样绕了一圈，每一圈它都是结构体。那么啊结构跟结构的这个间隙的地方就是光线可以进来的地方，因此它有很神妙的光线。那么在冰岛上面，这里是管风琴的一个意象啊。那慢慢的啊，刚刚说的那个 shoes Robert shoes 这样子S-H-U-L-E 啊，变成 shoulder。 那么他原先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很有创意啊，他是很规规矩矩的啊，做了一个圆筒。这个圆筒啊，圆筒也是很棒的一个自然的这个形态啊。那旁边呢用近代的建筑，那个把玻璃引到中啊，公关线引到中间去。那么看到一个这个，让你想到那个美国南部啊，南部那个还有这个南美，你看到那个电影啊，都有一种人戴那个很宽的眼，尖尖的，然后身上啊有一大串，上面都是子弹，然后提了一个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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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南美。贩毒的地方，那个是它有它当地的味道，就是说这个建筑物呢是用当地的材料去做出来，那这个防卫性非常的强。那个地方啊，专门啊真正的是有 mafia 住在这里的，那啊都跟黑道挂钩，跟那个贩毒集团挂钩，所以这个啊防卫性非常的强。防卫性很强的地方啊，就是建筑物开口要特别的少，但是人就攻不进来。这是一个叫做啊承重墙的结构啊，这个也是一种趣味。想想啊，站在高处的这个地方都是那种戴着好大的帽，拿着哒哒哒哒哒的那个机枪在上面，谁过来，远远的美国人要来攻过来，那他们就先发制人。然后再不行了就躲回去啊！教堂是他们的避难地。哎，前一阵子啊，发生一件事呢，说我们的警察啊，跑到教堂里面去查人家新住民啊，这个叫做移工有没有是这个移工的身份。哇，这件事在台湾实在是很不好的一种现象。警察不可以到教堂里面来找人啊！这个，哎，你没有看过这个新闻，你们都是很乖的人哦。那么这个呢，是一个盒子，然后用它的几何形状，四边把它破开，那真啊，很表明的告诉人家说，这个是耶稣的骨像在上面啊、哦。好，那这个教堂最有意思，这叫做什么？叫做古教堂，古礼拜堂。古礼拜堂是这礼拜堂啊，很小，门很小，前面有一只狗。那进去的人
的空间呢，差不多人的高度，这个还不够小。我们把那个照片拿进来，在那个叫做啊加拿大，要去尼加拉瀑布的中途中啊，只有一间教堂，真是小到你要进去的时候要蹲着进去，里面只可以坐四个人，对，坐四个人啊，他没有把它收集进来，它很小很小啊，只要人进得去，那么这个天国是很难进去的嘛，天，所以这个啊也对，那刚刚啊，这个是迪奥热内卢，那个这个比较平板啊。不过它因为四面呢、用构造起来，那边边呢、就有全部可以做那个啊彩绘玻璃，所以它里面呢、多彩多姿，这是南美的大空间。它呢，它是现代的建筑物，它基本上也是几何图形嘛，就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啊，这奥地利维也纳离这个工业革命的。欧洲很近的，所以这时候他们用的是叫做建筑材料是很先进的。那么这种所谓建筑材料是先进的，先进到目前呢是用叫钛金属，钛金属呢是可以耐高温啊，它太空船呢在升空的时候，火箭在升空的时候要耐高温，以前呢都是用陶器也耐高温。那可是陶器有嘛那个麻烦，陶器很重。后来他们想到一种材料叫做钛，啊，钛用在太空上，现在回过来用在建筑上。他希望等一下可以看到那种建筑物啊。好，这个是单纯的去做起来简单的形状，这个形状是大家很喜欢的。这形状管风琴的慢慢上来。那还有一种人在膜拜的时候就是这个形状。所以这个形状很是这个做教堂的人常常用的这个形状啊。那用这个呢，它分散开来，总要做个顶，那么顶呢啊下面有个盘呢是圆形的，再把人从这个两个朝拜的中间呢给一个进口，大致是一个这样的构造的语言。它从刚刚是正面看，它侧面在海边呢是这样的啊。那如果你有到什么中立那个地方经过我们叫路口，有一些魔鬼屋，那魔鬼屋是一个很喜欢建筑的人东盖西盖把它做起来，因为完全没有盖完的样子。那这个在西班牙的地方也有一个这样的教堂，它什么样子它都把它用上来，所以这个拼凑式的有一句话叫做后现代，反正呢、你要什么说不上什么名堂、你就说它叫后现代，也保证你没有错，没有人可以驳得到你。那后现代其实是一个现象，它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是现代以后的那一代才说后现代，后现代是一种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你说不出什么名堂，叫做后现代。因此你当你分辨不出什么来的时候，你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后现代，保证你不会错到哪里去啊。后现代现在都还没有定义，那这是规规矩矩的去做出来的了啊，做出来前面的进口，这个统治大家很喜欢用，以前是这样的 arch， 然后呢 point arch， 那不要那个尖尖的，就把它弄个圆圆的，就大致是这样的形状，也是要上天发展的意思。那你看出来这是什么形状吗？这是一个嘴唇的形状，进口啊，张个嘴，它上面咚咚咚一个嘴唇啊、那这是拟人化的设计的啊，这是一种手法。叫做仿生设计，那么它是一个单纯的斜屋顶，然后把光线从后面引进来，这就是教堂的后面，真正的前面在街道上面哦。那是这个亮面向大自然，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做的。
他是在虽然在美国的 Wisconsin， 那他这个建筑师叫做做落水山庄的那个建筑师 Foreign Water 那个建筑师叫做 Frank Lloyd Wright， 这啊我们简称他叫做莱特啊，莱特，他这个建筑啊，因为他用纸去做起来，那么纸呢，只要它折叠有厚度，它就可以强烈的吸在一起。我们啊，在台湾也有一个纸建筑，好像在哪个地方啊？普里呀，普里，他是筒子，用沿着木头筒子，然后到另外一边都是水，水井可以使那个建筑物增加两倍。那个叫做木构造，不叫做纸建筑。那这个在日本人是很先进，他把那个金属材料拿来当清水混凝土用，做出一个这个叫做实体玻璃，叫做虚。他们常常建筑物在讲究这个叫做实体跟空虚的一种结合。事实上，他要塑造出空间，塑造出空间。那这个更空啊，它这个空啊，它就是在空中有一种意象，有一种歌德建筑的意象，它是横条上面的去摆东西。你远远一看，这个现在很流行的，现在量子力学里头的崩塌态就是这样，啊，不见了，教堂不见，教堂在那里啊，教堂在我们的心中啊，那个。撒玛利亚人说我们敬拜就在哪里，耶稣跟他说我们不在你的山，也不在这个山，也不在那个山，说你在哪里知道，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敬拜。哎，哦，对不起，我这是不是你那个版本，你不要去告诉人家说我一天到晚用格和本啊。好，那同样的道理哦，那个什么歌德的 Point Arch 不见得要建筑物做，用竹子，它就会产生这样的形状，于是这个是歌德建筑啊，歌德建筑的教堂。那这个戴了一点神父的帽子，还用神父的帽子啊来做一个教堂，神父的帽子，对，那还有个修理的帽子，那这是用充气的，这神父戴个墨镜是什么意思？酷啊酷啊，这好邪恶！哎，为什么弄个邪恶的样子？这个他是分别为圣啊，从邪恶里头特别出来。那这个建筑物看起来也蛮邪恶的啊。呀，重庆这更邪恶，这里面全部是骷髅头啊！这不怎么样，因为有很多圣者。哎，圣人的牺牲的时候剩下这些，然后把它拿来用，就变成啊，变成做成教堂的内部啊。这个不说，这个是我设计的，这个免费设计，现在没有盖起来。它在宜兰的韩溪这个地方啊。你看我这个地方黄色的，我就是啊抄啊抄啊教建筑史教的教的，都到处去用了一个这样的形状。跳过去啊，那这八卦山连这个游览的地区呢，他们呢也喜欢用教堂的建筑来做圣地。这个我们熟了，这是在台湾，这台湾，哎，台湾是哪个地方啊？给个名字嘛，万金天主堂。哎，对啊，现在很有光学很发达，所以建筑物啊你不用太怎么样子做啊，你不用太怎么样子做，这个到晚上的时候，灯光投过去的时候，它上面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哎，这，所以它基本上它还是白色，不过因为空气污染的时候，跟它有一点斑驳在上面。好，这个介绍到这里，以下有几个建筑图，他们画得很漂亮啊，同时也让我们回忆一下啊，这个是希腊的神庙，那么这个是。啊，里头呢，有人说里头希腊里头供奉的是这个女神啊，那啊，这用那个
用这个叫做罗马建筑里头的水道旗一个一个建起来的，那这样也是一个教堂哦。的这个罗马的号式，罗马是很典型的罗马的号式啊。提醒各位一个，就是说耶稣说他们把有人呢、啊、要来看他，用四个人抬着啊，然后因为要进了那个房子，耶稣在那里帮人家救人啊，那么所以他们进不去了，于是他们把屋顶拆了，从上面把它放下去。这个，我们如果不知道那个建筑啊，会觉得怎么会那么的离谱？其实不是，他们上面本来就是空空的，那么放上去啊，从空中掉下来，不会是真的就把它拆了房子啊。那个有一点建筑的背景就会更有意思。那这个让我们回忆一下，那个叫君士坦丁堡那个。的那个地方啊的这个清真寺啊，把它剖开啊，那里头空间是外面一直上来啊，把这个说完了、哦、啊，让这个啊让它更清楚的让我们看看它里面的样子是什么样。那这个是啊比萨斜塔，那这是哥德建筑就这样子空空的，那光线呢可以从旁边进来哦。那我们曾经介绍它的构造方式啊、哦，那刚刚那个啊说要进去游戏场的那个建筑物是这样子哦，不同的角度看它。现在到刚刚那个是梵蒂冈的建筑物啊，梵蒂冈的建筑到这个地方啊上。第一阶段结束，就是介绍五十几个，好像不像教堂的教堂。那么后半部呢，回忆一下，画得很漂亮的图，跟各位分享。那它呢，它会放。或自己变得冷酷一点，是啊，哎，不然感情的千万不要冷酷，现在真心热情的人很少，所以要比较有一个热情，老师冷酷就没有，这就是老师的特色啊，特色，哈哈哈，这个我泼了一张。AI 的照片，有一个佛教徒，就那张图呢是很 colorful， 那个佛教徒就跟我说色即是空，对啊，所以你说我特色呢，我就是特空，还是我可以再看一次我成绩啊？我可以再看一次我成绩吗？你没有看呢、啊？能看吗？不是，你因为你不加入 LINE 嘛，这个，哎，我昨天也有一个学生，我劝告了他一下，就是说你当然没问题了，我们那一个人文府的，那是说你在一个团队里啊，人家那家庭主千万不要露签啊，不要露家，因为里头发生了什么事，就靠那个在传递啊。好，啊，公布一下你的分数。逼迫了哈！哎呀，不，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没有办法，这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是宗教建筑，那是今天我快点，因为那个台湾的部分很长，好，那我们在点名的地方，这个呢是一个好。那我看到了，等一下，那你到我旁边来，啊，你还可以吗？你有看到？没有，我看到我的名字。没有分数，你要看到，所以没有看到了。哇，奇怪，那怎么办呢？很惨哎。没有啊，我有补交了。是啊，我是说你看不到你的分数。
怎么办？怎么办呢？很难讲。是是是，对。那你这等我们做事要有信用，就在你前面加给你看。只是我6月6号了，6月2号了，好像没有找到他学习单。那你连那个你也想补吗？对啊。那你都有来是不是？你只是没有教而已嘛。辅大，到辅大的地方来，到教职员的地方来，然后呢，我进到我这里。按确定就可以看成绩，他不，他还要登出然后再进来啊，那个再登入，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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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哎哎呀，还好，就是说成绩系统嘛，对，成绩系统好，登入成功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这一堂在这里，宗教建筑在秀武的地方，哎呀完蛋呢，哇，大家都缺分啊，都缺分呢，没有进来耶。这个我们的系统有问题啊，我明明都给了分数啊。哎，子红你有看到吗？啊，好啊，还有地方，有一个地方有，你就是没有加入慢，还是现在加一下？那、啊、现在加也来不及了。现在加来得及，看不到之前的吗？现在加是，不是？现在加你就是我的朋友啊，为什么会来不及？你以前都不是我的朋友。超怪，超怪，对呀、啊，现在变成朋友了。好啊。突然给别人说相逢自是有缘。啊，哎，你看学习总成绩有啊，那这个学校是怪怪的。好，你在后面。对。孙逸仙对不对？对，在后面。对，然后有孙已经66了。什么66？这里啊，66啊。你才66，你看。可是我已经过了。然后还要再加上我刚刚补的那六，对对对，你很成绩好，对对，你很惨哎。不过有一个人可以垫底，你至少会这样。哦。社会三的没有来，好、哦，那这个社会，哇，他都已经85了，他已经85了，对，他因为他很特别，他后面我每次看到他都已经来了。好，你不会少于那个了。所以我因为现在不是 Excel 的，这奇怪，我这个分数啊是根据从 Excel 抓出来的，可是 Excel 表居然没有这个，哎呀，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电脑我不能完全相信，就这样，还好，好，感谢天主，赶快进入我们的主题，啊，进到我们沉重的部分，哎。吴修女，你怎么还在？又不叫你做作业，你要看这个啊？有啊，我在看啊。你用第三只眼在看，原来是天眼通啊！失敬失敬，这我们这里面有特异功能的人。好，那现在呢是要进到哪一部分？进到跟台湾有关的这一部分。好，好，直接进入了。台湾啊，台湾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信仰啊。这个总共列了15点，有这么多，有的反正所有东西他都可以拜，他有正式的宗教，他没有，他有些奇怪的石头什么都要拜，跳过去啊。那就说啊，第一类天上的什么的，那你别不要怪台湾的人，其实像我现在我一样。一天到晚也是对着天空在想哦，对，那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子来的哦，啊，也是领悟到那个，所以天上的东西啊，大家都很敬仰，有上帝，有天空啊，哎，日啊，月啊，黄天啊，厚土啊，那啊，望着星空啊，那个星云法师，那这个啊，真正的做出偶像来用石头雕制啊，那台�湾其实只有400年的历史有记载的。
那么有在这四百年里头呢，就产生了很多东西哦。那四百年以前不是没有，还是有，也跟中国大陆有很深的因缘，所以中国大陆的一些啊奇奇怪怪的东西也跑到台湾来。那现在这一张表是什么表示？叫做紫微斗数啊，紫微斗数把人生想要祈求的一切啊，弄在一张表上面了，根据出生年月日啊，然后到现在你看看现在正处于什么，那你的运势会是怎么样？算命啊，那它有一种叫做武术，武术呢就是巫术，巫术的就是做法术，那么又称为武术，武术比较好听。武术比较好听的，巫术的，那人也是巫婆嘛。巫婆是带了一只扫把，这样噗噗噗噗。李师奶奶，那个可是现在社会，你说你相信巫术，有一点好像不太高明，所以说武术叫三一命相卜。那个卜就是卜卦，相就是看相啊，命就是排八字什么之类的。一呢是，一呢是。医啊，医是一种调配的方式，医术啊，他们是根据五行来看，是不是去什么把把脉什么之类，那不神奇，就是说啊，看看你啊缺少什么啊，你要在你家的东北方的地方要把瓦斯炉搬到那里去，瓦斯炉的方向要对着西北向啊，然后你要煮东西吃了以后，你会跟你太太的感情会变得特别的好啊，这种医术，这叫巫术啊。哎，风水看室内风水就这样看。那山呢？山不是叫我们去登山呢、啊？山呢少一个，他很客气，他是仙呐、啊，哪一个人？就是求仙之术啊，怎么样呢？让你啊有一些特异功能啊，什么之类的，就变成仙佛啊，这武术啊，这个他们民间的信仰。那啊这个。这就看未来，就是看现在，就是像过去，这是看病的时候，那么这是看健康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活几乎在这里面，哎，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我也透露出我的本色，就是我是这种行业的人啊，不然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是我认错，我也改，我以前就是做这个行业，祈求耶稣啊，你赦免我，你超拔我，你救我一下。那自然的物，什么东西大都可以拜啊，木头可以拜，木大一点呐、啊。那像这个樟树呢，叫弄樟树，你知道吗？弄樟是什么？生小孩，弄樟弄瓦，所以樟树啊，他们就去拜樟树。那还有这些哇，什么奇奇鬼怪，神奇鬼怪，那神奇鬼怪就是神啊，那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鬼也对人有帮助。那这个是眼竹敏的图腾，睡觉。我如果问他是不是眼竹敏，他说不是，老师你认错。但是，眼竹敏有个特色，眼睛非常有感情，大大的看着你这样很友善的笑。我喜欢跟眼竹敏在一起啊，特别是喝酒的时候啊。那这个，那啊，我们上次那个叫做什么、啊？叫叫做那个什么宫啊，啊里面的八仙就是八卦，那风水禁忌，这图不能让你看太久，那个影像都是女生的影像，真的那一个行业就是专门在做这件事，所以上次介绍过了，那一行业的人最容易在这个地方跌倒，一定会在这里出事，几乎啊，你看看电视节目那些在主持这种的人，哪一天？那以前的都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哪一天他都要在这方面出事，他就是特色，特别的色，哎，他是一定倒在色里面，哎，那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有很多人来求他帮助，那些人都在色上面出问题，他帮人家解决了，他自己也陷进去了，哎，自己哦啊修不好，不要去帮人家做那些超乎自己能够的事。啊、这也是跟各位分享了啊、哦！哎，我以前专门替人家生小孩，对不对？谁生不出小孩，我去跟他家弄一弄，隔几天他就生小孩。那你不要误会，不是我跟他一起去生了、啊，我是去做法弄一弄让他生。可是后来，
哎呦，对。然后后来我认识耶稣以后，耶稣叫我不可以做这个，你这样你就打喷嚏。对，我知道那个是吧？啊，那么祖先要拜一拜了，这是啊，那么崇尚伦理道德了。你知道这上面这是什么来的？就是哦，这是我根据那个周善行化学系主任。他在脸书上玩这个，我也去玩一个。他说我的代表字就叫善，我说不对啊，这应该是周善行才对啊。反正我们以前呢，就是这些美德了哦。那我们的忠孝节义、伦理道德啦，那么还有这个救苦救难的这个观世音也好啊，马祖也好啊。哦，那马祖是林默娘啊，那观世音啊，可是神秘的很。那另外我们这一派的，我们拜那个圣母，那个圣母叫圣母玛利亚。大学论文不是这么说，大学论文说我们不拜圣母玛利亚，不拜才怪呢，不拜白不怪，不拜白不拜，不拜得不到力量啊！啊，信仰就是力量啊，啊就是学习。那么台湾有这个三教合一，儒道释，这中国大陆来的。那后来变成儒道也为释，回教也进来，基督教也进来，叫五教合一，一贯道就是这来的。那台湾很多民间宗教都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行法术，法术呢，法术是所有这些灵的事啊，他都有办法沾到，他都会来。那你虽然出生不是基督教。基督教耶稣也会来告诉你要做什么，因为他们行法术啊，那很有趣啊、哦。对，那个一贯道的老师啊，一贯道老师是济公，那他在清朝那个叫张天南，济公疯疯癫癫，济公讲的，济公是一个很叫做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在很多奇怪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活，哎，这个还济公啊，济公啊，他还这个济公，他们找济公来啊，其实是仿效耶稣基督的啦、啊，是仿效耶稣。他们找了一个人物啊，就叫济公。在历史上找一个人最像耶稣的那个人叫济公。济公在殷朝的时候出现，在宋朝的时候出现，在清朝的时候，那他们说起来各朝代都有啊。那我这么一说，你要知道我就是一贯道，然后我错了，我以前这是一贯道，我是一贯道的讲师，我在他们佛堂一讲到道的时候，就讲得天昏地暗了、啊，这个神鬼啊都来跟我算账，我说的不符合他们的道理，以后我就不太敢讲了，呀，因为我说的都是用心灵跟诚实说诚实话，好，那么像那个啊，佛教这个呢，就什么一切都是没有定论的、啊，都是因缘啊，就最糊涂呢、啊，可以说。那另外、啊、还有一种邪门啊，我说邪门不好意思啊，那是一种密教，密教是啊，是密宗，是藏传的那边的清朝过来的，那么打大一些也是，瑜伽也是，那。密宗这个修持的方式是男女交配，可以达到一个啊神仙的地步啊，这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哎，可是人很难做啊，人一旦行了那个，就堕落到那个色道里面去。那事实上它很有道理，可是真的不能说。除非有那老师在教你啊，不过那个老师常常很邪门，就把你带到里面去，顺便大家一起去探索宇宙啊，然后达到极乐的世界啊，每天极乐啊，极乐啊，那不用到西方就极乐，你跟我在一起坐着坐着就极乐，你看这多好啊！哎，你不要从此就迷上啊。那还有一种叫真禽野兽也在拜，你看，那这一只。我上次用的这些果是一个修我们这一课的那个同学，他在脸书上泼的，我就把他找来，他的赖给我，老师你泼的那一只狗是我的狗啊，不是，这个是十八王宫里面的那个狗，十八王宫的狗呢一加八等于九啊，所以他是九狗狗王。
王宫嘛，那他是十八，他就你们不能叫他狗王宫，对不对？他就告诉你那叫十八王宫，那一八等于九，那是九，他有异形，他因为啊出航的时候那些啊船员人遇难了，就是这次疫情把他们救回来，回来以后就给他立庙在石门的那里，从此以后啊香火鼎盛了，很多人去那里拜啊。那特别是什么样的人要拜，你知道吗？风尘女子要到那个地方去拜啊，因为啊这世界太险恶，来的人都是奇奇怪怪的人，可是他都要服侍，所以他要有一种力量来还使他继续活下去啊。那十五个追求幸福美满，这是每个人都要的了啊。那么他们做了哪些运动呢？做运动好，刚刚其实也做过了，就是烧香拜拜了。哎，这是抢头香的，就我有去，我有去。我以前小时候啊，不，这个大学啊，那个我父亲把我送给那个不拜托给关圣帝君做义子啊，所以我的干爸爸是谁啊？我的干爸爸是关公啊。那到了春节早上啊，一大早我就关帝庙啊去。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台北，不用到行天宫，在我家对面要中国啊麦田稻田啊，去那里拜拜。那朝圣啊，那也叫朝圣。那这个是在行天宫，一大早哦，每个人挤破头，看看谁可以把第一把枪抄进去。那么这个呢，这是慈济的啊，就是慈济要拜拜啦、念经啦，那个还有人读经啦、写咒啦、写文章也有功德啦。那么天天练啦、练啦，练这个叫积德积德，不多积德不多心静，不多什么，哎，练的人就会有智慧，你知道吗？他就是告诉你要有智慧，可是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要认识三一真神，所以这是基督教的经典啊，听了就好啊，你不要随便去跟人家讲，跟人家讲说，这个基督教也不欢迎你这么讲，佛教也不欢迎你这么讲，哦，啊，这个是，这个你熟吗？啊，圣母经啊，圣母经也要练的，练的练的。练着练着，直到一个危险的时刻，他又出来保护你啊！这是叫做禁毒中的一种信仰的模式啊。那么就是，如果明明车子要撞上来的时候，他到你的前面会停下来。如果你一天到晚都练这个经，那么根据禁毒中的阿弥陀佛的那一个经典，他是这么说的啊。那么你到临终的时候呢？他就出现把你带过去，带到你一天到晚在练的那个地方，你练到那里，练跟主耶稣同在，主与你同在，哎，他就会到那个境界去啊，一样的。那你说不要说他可不好，这个不好啊，那这个原住民这可热闹了，他们通通要祭啊，哎呀，很热闹。那以前呢，他们还要祭那种奇奇怪怪的，原先来帮助他们的，后来在性骚扰他的同胞，把他赶出去，后来怎么的，好，有很长的故事。那他们行那个仙术，那这个神要来告诉人啊，透过什么？透过软笔，会写字的笔，掉在空中，在沙盘上写一写，旁边就有一个文人练一练，旁边那个饱读诗书的人就把他书解说出来。那么啊，读书人有读书人的一套，那没有读书的人有没有读书人的一套，他们这个叫做舞鸾哦，还有奇奇怪怪的表演，但是啊身体不怕伤害。右边这个人很出名的，那个是叫做莲花太子。莲花太子是一个女生啊，她是太子出身，她也会行这个啊，很有意思。这些就啊，活在我们面前。那佛教呢是逢年过节啊，但到了啊鬼节的时候啊，他们就要超度他一下。那我们要啊，这神仙呢要到处走啊，这帮忙驱鬼。那还有这些可爱的童子啊一起出游，有可爱的，有恐怖的。那啊，后来发展成说，哦，哪里有灾害就到哪里去，每个人都是菩萨，
这叫菩萨道，人间菩萨道。那现在不止在台湾，在世界各地都有。他真的要成立一个王国啊，而且是跨国界的王国。他是民间有组织啊，有类似政府的组织，那还得借给人家钱啊，借了钱，那拿这些钱呢啊去发财了啊，回来的时候隔一年你发财了，再回还回来，看你要还多少钱。哦，那呢，有的人就规规矩矩的去修啊、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有到山里面去，那么现在做图书馆、教育事业啊，他们还有做运动，运动啊是有八段锦啊、太极拳呐、有做瑜伽啊，做像我就是做这种体操，这种体操要花很久才能告诉，才能说清楚，说太多了会很奇怪。啊，它还代表每个部位，每个部位拿来做什么？这样做那个青蛙游泳。青蛙游泳，哎，那个今天没有时间介绍。那这个呢？这个我们人的身体啊，就代表宇宙，我们人的每一部分呢、都有它的神秘的存在。然后我们在练这个圣母经的时候，就是在练我们身体的。哪一个特殊的部位，于是呢我们常常练的我们身体会比较好。哎，我现在身体比较好一点，我以前走路没有这样办法这样走，因为我脚受伤了。哎，那我只是天天要练这个，练这个的时候就这不是什么好见证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哦，还有一种叫做法轮功，中国大陆不行，台湾特别的行。台湾啊，宗教自由，你到101去，你到故宫去，就有人告诉你，我们一起来哟，然后静坐之类。他们有一本经叫做《论语》，《论语》啊，不是《论语》，叫做《论语》，是他们的杨大师，姓杨吧，写了一本人应该要怎么样，新创的佛教啊。那中国大陆不行，中国大陆就是不要。那这个人家是真的是啊，真的是很认真在这做这一件事。这就是特别解释一下，虽然他不怎么，他很难，我就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女性是空间，男性是实体，那每个人天生都在处于一种探索宇宙空间的这种需求。那么探索宇宙啊，你可以对着宇宙探索，然后因为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宇宙，所以你探索一个宇宙的时候可以对着一个女生去探索。那就是解释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好色，而且他很快的，他根本不来这一套，他根本就用强的，那么很那他就是因为他会给有一个探索宇宙的这个冲动，他把那个焦点集中在人体上，就是要做出那件事。那么像释迦牟尼他就不做这件事，他把那个焦点在这放在天空，然后从天空里头去探索宇宙啊。那这个呢，就是对着人啊去探索那个宇宙的秘密的秘密啊啊。要达到那个境界，那个观念需要正确，不然你就在那个很快乐的那个境界里面，你就忘掉了你要做什么，你就一天到晚想要那个快乐的境界啊，其实一直沉溺在那个快乐的境界里头，你就直接下地狱。哎，这个要到什么监狱里头去跟他们说这个道理，那么让他们以后出来啊，知道哦，原来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没有什么罪恶，是天生我这样子的，只是没有人来告诉我，于是我啊凭着本能我就去做这件事，我没罪，让他有一种赦免的感觉。好，这是抢孤，抢孤呢？抢孤是一种祭拜的行为，是在宜兰那个地方以前啊，这个叫做。汉人到那个地方啊去开发的时候，就受到原住民把他杀光了，那你这五鬼啊、五祖鬼魂啊，他每年这一天呢就来祭拜他，要做一个抢孤的形式。那孤很难超拔，
那个要上那里很困难的，下面这个杆子啊涂了柏油，你知道，哎呀，不不不，很难爬到上去。爬到上面去的时候，要从这个从一个那样的地方跳上去，这是形容那些鬼魂呢、啊、很难超拔。那么人要去帮助他们，他背后都有道理的、啊、哦。那个寒潭风暴在嘉义，是不是？啊，在嘉义的地方。那个哇，这反正他是神嘛，他不怕什么啊、哦？每个人要炸，要用那个炮炸，他们要看的人要带安全套，说办什么东西啊？经历过那种形式呢，他也好像可以什么都不怕的样子。啊、那什么地方呢？他啊，让他们去敬拜神呢？供石头啦，供古树啦，这个小小的纪念碑啦，那供庙啊。俯卧室啊，那个銮堂啊，塔啊，灵骨塔啊，那直接进到宫庙。宫庙有什么？有这个正式的孔庙，文教的孔庙。孔庙上次介绍过啊，上次没有放出这张图片来。这是大的一只夹在小的一只，后面这一只再跟着一只，所以它是传承。这个是轰啊。那孔庙，孔庙八义五，孔庙里头的招进。啊，孔庙里头跳八义舞的这个形态，孔庙里面的这些圣人啊，这个降一些冷猪肉嘛，那进出要从里门出来，要走驿路啊，进去里门走出来驿路，那啊里面呢、啊、有一个啊很大的宫墙，人不容易进去啊。上次也有介绍保安宫，保安宫啊，保安宫是民间宗教的信仰，他呢保护人的一生，那这个就是说，凡是有道的地方，有道术的地方，他就会武教而已，因为他行巫术，巫术是空的，就是说，你相信空气，然后你就呼吸到空气，所有的都是空气，是空气就会飘到你这里来，那么一旦你行那个巫术的道。什么样的道都进来，不要说无道也为事。有时候莫名其妙，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来，啊，它告诉你一个名字，你知道吗？哎，那，哎，你都只好相信他是那个人。他告诉你是观世音，你就认为是观世音。这个，我们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啊，他们太什么呀？我们现在也要用这个，你知道吗？那是古时候的网站啊，我们现在也一样用这个网站啊，我们只是用工具而已，你上个网它就出现了。那它那个网站的名字叫做观世音，那你哒哒哒打了观世音，观世音就出现，那你打了这个穆罕默德就出来一样，那是以前的巫术，现在呢是科学。那我们在道教里头叫道术，在化学里头叫做化学。那哇，这保安宫里啊，所以各式各样的啦、啊，这个鬼那个鬼，连那个主神的下面才有一个真正的神，上面那个神没有什么法力，下面那只老虎才是在玩法术的，所以。到庙里头去，你看那个主神巍巍峨在上面，你看他下面放了一个小小的东西，那个叫做虎爷。虎爷呢是操纵那个法术的，就好像我们的 CPU 一样。那个上面那个是机体，是外面的，以前是好大一个，那后来越做越小。这样比方，哎，我们就可以理解那个。古代信仰啊是怎么回事啊？那下面的是祝生娘娘，下面有一大堆啊祝生婆婆啊，祝生婆婆啊，你要领了一份回家、啊、就可以。哎，不生小孩就生了小孩，不生小孩要生小孩，其实很简单的、啊。在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们民国五六十年的时候，年轻人最担心的是什么？糟糕了，我那个没有来，要生小孩。那现在的人是，我结婚了15年，我怎么生不了小孩？时代使然，好，那所以很真的很简单，只要
只要过了那一关，他一定升，一定会升，保证升。那过了那一关是心理的关，不是实质的关。那么心理呢，会导致生理的活动，那么于是就升了，就那么单纯啊。这是我行医多年的经验。好，那么是感农是政治的这个政治的建筑啊，哦，不过政治呢，堂堂抓着宗教啊，以这个掳落人心。那他里面也有拜什么拜学问的，哦。那中台禅师上次没有介绍清楚，大概他在普里，我读的普里，什么都在普里，啊，普里是出美人。小白笋真的很迷人啊，哦！对，每个人都希望有小白笋啊。那设计师工啊，想想小白笋，吃小白笋就好啊。是是是是，哎，小白笋最怕里面生出那个黑点啊。对啊，但他的庙原来在他的旁边有一间小庙，那后来发达，原来的小庙在这里。原来的小庙在这里，好，那这个金银神坛、金银庙很容易致富。哎，你听了以后不要回去马上开庙啊，你就是要有耐心，一直做，一直做，他就会做大。啊，因为他如果诚心正义在做事，他是在助人，那么助人他就会有很强的力量啊，让他可以去发展。好，那。啊，做设计，做这个设计的是我的老师，叫李祖元。李祖元非常好色，真的。哎呀，我的毕业设计，我去参加人家毕业设计的一个舞会的时候，我带了一个外文系的还没有毕业的女生去。这个大师啊，整个晚上都缠着我的女朋友，一直在要着她跳舞。哎，实在是让我很伤脑筋。哈哈，那我得到实惠。我那一年呢，他教我的设计没有交作业，我还得了92分。哎，那从此以后我给人家90几分，我都不会惭愧啊。我本来根本不及格的，但是我们那个大师啊，那个大师因为喜欢这个，哎，因为他在探索宇宙，哎，让是那一个晚上，他把那个焦点放在那个女生的身上，他也在探索宇宙的，啊。他有所得，他很高兴，他感谢我，所以他夜间呢，经过人间照明以后就会发亮。因为有一次很有意思，你知道，他要发出这种光是用镭射光，那镭射光是你自己一射，远远地方也射，哇，那乡民就传起来了，哇，那个庙啊神奇啊，居然有2道光在，哦，那个就是镭射光嘛，那。哇哇！因为这样以后，哇，这个香客又特别多了，我也是其中之一。那么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带着我女儿去。我那个女儿呢，是基督新教的，在中山女中啊得到人家的引渡，所以我们带她去玩的时候，她告诉我：“爸爸，你不能进去，这个是邪门。”所以我第一次到中台禅寺，只能在外面看。拍照，也就是连拍照也不可以，不能拍。那后来我到了天主教以后，我知道不是这个样子，不要这个样子，是我大大方方的到里面去拍了很多照片，这是到里面去拍才会有的。好，哎，哇，那里面有佛塔啊，有什么天王啊，对，这把佛教里面把天王带进来，天王才是真的菩萨，是。哎，对，即是比那个释迦，比阿弥陀佛，比那个啊释迦牟尼佛占的同等的地位，这是他们说的。他是这样，那外面那可大了，哦，这位大师。他到这个西安呢，啊，西安的法门寺去做了，好大规模。中国啊，什么叫做大？你没有到中国，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大啊。那个，他们说你到了北京才人家知道人家的官大，那你到海南岛了才知道男生的大，邪门儿。
啊，龙山寺，龙山寺，你听懂了？你还蛮邪门的，这种事你也知道。哎，好，那龙禅寺们借过了，这是佛教的人间化了，就是要养活自己的，所以他们修禅就是要自己养活自己，这一宗传下来。那位这个龙禅大师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小小的庙，可是后来打，最后就在这个地方做起来了。他还到法鼓山呢，法鼓山是在金山那里，那又更大了，对不对？好，这我们要加油啊！他们都是用我们的方法去做的，这个方法都学自天主教啊。好，水天一色，看白天好看，夜间好看，这都都变成追求景象了。那里面修法这个好隆重的场面了。啊，上面这个用现代的科技啊，在石头上面镂空，上面写的是什么？《般若蜜多心经》，他们都不知道《般若蜜多心经》是在介绍基督教的经，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这天主有奇妙的作为啊！哎，这也就是这位大师啊，前年才从我的好朋友那里听到说，这位大师。跟我的好朋友说：“哎呀，人间呐、啊，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的过就好了。哎，不必太认真。这个成功的人就可以说这句话，不成功的人不能马上说这句话。这个人呢，我在当助教的时候，他毕业设计，这样说人家不好，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啊。”做毕业设计做得很烦，因为他的理念跟他的指导教授不一样，他是很有才能的人，他做出来一大堆东西，可是那个教授就是不同意，那他愁眉苦恼，没有办法，就有一天吃完饭了，没有吃完，哎，这是三清宫啊，三清宫根本就是天主教的东西，不过他用这个方式出现，他是什么清呢？他是说上清、中清、免得下清，圣父、圣子、免得圣子，哇，这是太棒了！真的，笛卡尔告诉我们呢，要这样，这一切啊，我们的大公教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忙。就是我们啊，不是从哪边一进去，因为在哪个地方就接受到哪个地方的文化嘛，哦。啊，这上面的这外面它一样有个阿弥陀佛，那你说阿弥陀佛就是什么？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啊，到了佛光山看起来巍巍峨峨，那比起刚刚那个法门寺啊，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那我们那个老师终于把台湾的贡献放到中国大陆去，那个是佛教的一大福音。那虽然是这样，它里面呢、啊，它里面传的叫做人间佛教。那么以前的教都是天上的佛教，只是那些啊比丘啊比丘尼的时候都研究啊，都成了菩萨，成了什么都在天上。而现在呢，这个要下降到人间，是为人间而设的啊。两个法门，一个叫做禅宗。一个叫做净土宗，这地方比较像净土宗，那个慈济那边呢、啊、比较是禅宗。不过星云法师，你看到他的著作，他的一天到晚不晓得写什么。我那天去堂场参观，那个书架有这么宽，1、2、3、4、5，10层、5层，上面都是书，都是佛光山星云法师的论述啊。真是的，生来就是要做这种事啊！那个难怪他那么用功哦，啊，也死的时候那么多舍利子。不过有人怀疑那个舍利子是这个人工智慧做出来的，啊，不太有人在说这件事。我说这件事缺德，等一下出去不太好啊！天主保佑，不要雷公。大小佛光山就这样，然后好带过去，他们也都很多人在这里修法啊，修法啊，佛光山啊，
正点的啦，正点有三个佛。那么这位大师，这位大师是我们啊辅仁大学颁给他博士学位啊，哎，这个是我们这一位神父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惺惺相惜啊，那作为华会。好，到民间来，民间呢就是这种拜马祖的，拜马祖的，我爷爷这么多马祖呢，就是管海上安全的，那有很多政治人物。那再来介绍日月潭，日月潭是原住民的原住民的这个信仰，原住民的信仰呢，原住民的神叫做什么？拿路。拿路呢，那旁边的那一家饭店呢就叫拿路。拿路呢就是拿路。拿路吗？拿路湾饭店。拿路。拿路。拿路是韩碧楼。韩碧楼。哎，韩碧楼就是拿路。啊。那有住一个晚上要8000块。啊，你如果就住他的 Villa 呢，可能叫14000-15000块。哦。那么在这种神圣的地方的原住民呢，在这个叫做光华岛，后来被他们改回去了。光华是蒋中正给的，我们不是叫什么光华岛，跟华没有关系，是保护我们神叫拉路。拉路我们去台语叫做林路瓦贵。对，是骂人的。这不好意思乱骂人，这是。啊，不要说嘛，连那个饭店叫拉路，就欢迎你来啊。他们有一个词啊，那上面一句下面一句的练起来，真的很像利路万户一样的。就是有人不敬佩啊，就是说你的很尊敬的东西，我看起来就不是那一回事啊，那样啊，说的那么难听，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好。那么是尊重人家的自由。日月潭这个地方啊，是台湾的光荣，就在这个岛上面，在这个岛上，在这个周围啊，各式各样的宗教都在这里都有，你要什么宗教它就有什么宗教，连原住民的周族的宗教什么都有。还有你刚刚讲到马路有一个，你知道原住民有一个主教叫纳虎湾，纳虎湾嘛，那你有听说说，你知道他在唱什么吗？根据我的研究。哦，访问过很多人，包括蔡老师，包括什么，哇，讲完了要跟你分享的没有，最后如果停在这个上面很糗啊。我们下课如果你愿意听，我们再来。那个纳鲁湾呐，纳鲁湾是在说你是内陆的湾呐，你是内陆来的湾呐。你叫我欢，我也叫你欢，你是内陆来的欢，唱给你听啊！你跟我一样，哎，这是一种弱势民族的一种宣泄。请问，不是你不是，所以你不会有反感。好、啊，对，这是多年研究的成果。说，我访问过很多人啊，你是。对这个很有研究，而且你是这种种族，你知道你们在唱什么吗？他都不告诉我，我们只是唱那个声音而已，这个是有难言之隐啊。那么没有人说啊，巴比巴尔巴尔，我不知道在说什么，那是在讲方言。不过人家说会听方言的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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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那个是真耶稣教会的人在祈祷会这样。那这
圣保禄告诉我们说，那个除非啊你翻译得出来，不然呢、啊、你就不要乱翻译。这个很有意思，那圣保禄也给我们很有意思的一个答案。好，今天呢、啊、非常高兴的啊，让我奉祀到这个啊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陪伴啊。那祝你们毕业的快乐，祝你们啊将来还要继续来修的，在天学里头会得到更多的知识。那我对于今天的贵宾有点惭愧，我一样把你讲到你睡着。啊，这个，我当然又唱又说又跳的，一样。好，再见。啊，你有签名哦。好，有签名。好 ，OK，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以后有机会再见面。好。天学的同学到了三年级下期就会碰到。什么时候我们再等几年啊？啊，至少明年呢、啊。你如果他开这三年级，你要去修，一样可以修了。啊，回家再看啊。啊，感谢你啊。谢谢老师。是是是，我虽然没有看你这个举动，已经让我很感谢了。好、啊、好，再见再见。祝你毕业宏图大展。哎，如果有法律的问题，我可以给你一点参考。我在工会里头是在谈法律的，法律委员会。我上回不是请你来听演讲吗？哎，还好你没来。那些人乱没有学术修养，都在聊天，都在讲他的经验。哇，他多了不起，把一个学术研讨弄得很不像。谢谢，还好你没来。